早上。背书。大屁股，走，吃饭。四眼光辉。午饭。糖醋肉。手抖的阿姨。回家，不良少年，甲，到家，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挺好的。回来路上碰到甲了。哦，是吗？嗯。今天学习状态怎么样？差不多，就那样呗。我跟你爸最近工作都忙，你自己多上点心，注意注意保送生的事，知道吧？嗯。现在能选上保送生，毕业以后公务员考试一过，直接就能去你爸单位。公务员是铁饭碗，以后老了都有保障的。还有啊，我知道你跟甲小时候玩得好，以后少跟他来往，都学坏了。学校了，你看到告示了吗？学校封校了，我们得在家上网课了。网课我倒是无所谓，就是你说我们学校保送名额会不会受影响？不会干脆都取消了吧？虽然现在形势不怎么好，但是怎么会在这个关头封校呢？哎，单子秋天跟自行车一样，都不会自己走。Allocated in the server's prime step， 你们明白了吗？那我们继续吧。2020年9月19日，三明治加网课，三明治加作业，三明治加保送，三明治加我。Stay here, we'll be right back. Don't touch anything. 最近怎么样啊，好学生？就那样。在家上网课呢，你呢？也上网课？你还不知道吧？我不上网课，不上学了。你不上学了？嗯。那
等过完年吧，过完年跟我哥去北城做点生意，不在这儿待了。你干嘛？哎，我说真的，你天天上课不烦啊？要不这样，我找个人帮你替一下，咱们出去快活几天。我一直不明白，是打火机点烟，还是烟点打火机？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吧。昨天说那个代课怎么联系啊？嗯，这是雨，我哥们这次来一个人。嗯，漱口呢？哎，不对啊，小老弟啊，就是。大口吸啊！哎呀，多练习啊！准备保送的同学要开始准备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10月21号就截止提交材料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开始了。To set the expansion rate of the rising fiber, adjust the expansion rate in its corresponding regulated under frame server. This is the balance allocated in the server's frame and temperature loss.Making the difference more rigorous of temperature output from the frame field loss to drive the upward motion.奇怪的是，我却并没有很大的感觉。Rain, 你最近的状态是不是不太对？你18岁了，不应该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吗？这次你考试成绩，我和你爸都知道了。你要是继续保持现在这个状态，还这么保送，保送不了，以后得多出来多少麻烦。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 Win， 你在听吗？我除了考公务员进我爸单位，我不能干点别的吗？那你想干什么？行了行了，扯饭。喝喝酒，待一会儿他朋友过来，好好玩。
是我朋友小玉，在海城宾馆那边工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照顾一下他生意。啊，没问题。一杯，送给你了。一杯哪够啊？最少得三杯吧。见面礼可太少了啊。啊，再来两杯，接着喝呀。哎，这总得喝了吧？这酒瓶子都碎了，你进来这儿没喝一杯了，这说不过去了，这再不喝说不过去了，我必须得了啊，这真说不过去了，喝不了你来这干啥？你们继续，我先回了。该回去了吧？这个，看在你还我戒指的份上，但是我们先说好，今天是休息日，不谈工作。行，我们只要被安排进相应的房间就行，是不是很方便？不过这里就是我自己的房间。这是唐突小玉的 room。我们好像说了很多。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比如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小玉说她也是十八岁，还有她房间里那条丑鱼，看久了还怪好看的。骑车买包烟去，就在街口那家店，小四家的，报我名字能打折。不用，我走过去。
老板，一包南京，想要的。哎。
去过北城吗？听说那儿特别好。没有。你想去北城吗？这样与小玉在一起的时间就像是偷来的。刚起呢，嗯，昨晚有点事儿，今天说。走。你还不知道吧？我保送申请成功了，就是北城医科大学，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这个学校虽然硬件设施一般，但是它跟北城医院有长期合作，所以非常难考。而且今年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我的嘴会自己说祝贺你。你神经病啊！
由于带上网课，现即与回校查看处分。小秋天，对身体不好。As你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爸，你呢？当然是公务员。对不起，其实我今天是来放生他的。或许